这个时间和姊妹分享一点，咱们今日吧，神给咱们这五米二鱼，掰开以后，咱们再拾那个，用那个啥拾那些石灵，就是一点一点去拼透，就是逐渐的啥，你丰富咱里面的生命，也让咱们明心里改种。啊，先做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赞美，赞美。那个信息嘛，倾倒赞美神。阿巴达西西西马斯那古巴阿基，真是每天四点是要降马纳。阿巴达西西西那卡图阿基西西，真是我希望你们这样赞美和香蕉。阿巴达西西西马卡，他们祝福。阿巴达西西马斯那卡真现在都蒙了。阿巴达恩西，你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阿巴达西西西马斯那古巴阿内达恩西马，真的今天早上清晨到我仆人。讲揭开灵界奥秘，阿波的西西玛波的法安，西那记得，阿都把开头包西西西玛，如果包，各位西玛，让你们在生活中、生命中活得喜乐，阿波的西西西玛波放下包袱，阿波的能开口，能开头包，那记得哇，阿波的西这是活水的生命，阿波的西玛波的西西西玛，那开头包，流淌你的心田里。阿门。亚日，马盖，马盖的被撒开，亚日的自由。阿摩丹信信心马盖，现在这个时间，上帝的保守和撒旦魔鬼没有地位在我们生命中。阿摩丹信信心马神必在我们里面开条道路，除掉魔鬼当作揭开灵界的神奥秘，该神。今天早上神也在每天，其实我每天都要起身，就像他练镜子一样。啊，很多时候咱们都在讲圣经，啊，不知道啊究竟啊，为啥越讲啊越听越糊涂呢？就是因为神不知道神做事原因，因为神透过开始透过耶稣来做啥，就是说耶稣来做进入出版地，他就是啥，揭开灵界的事儿，所以他首先做个模板，他先经历了这蒙恩的道路。今天呢，咱是踏着耶稣的脚步，耶稣先得胜了，咱得胜。所以说，我们首先让我们做啥事都不是根儿的问题。如果你不是根儿，你做啥你就信。那么这一年的信仰为啥会信的这么呢？就是没有不着根儿。想那天有的没从，就是有的从生了，他不会信。有的呢根本就啥没有得到生命，或者没有得到什么恩膏，没有权柄，导致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啊，就是人生活的苦。明明吧，你想是上帝的孩子，王的孩子，可是你还过着像巴黎买家子一样，或者乞丐子。原因啥？原因欺骗了，受这些啥呢？不懂啊，不明白的这个啥呢？工人骗了。因为他们不是不好，他也不知道这道路。他说这年糊涂，领糊涂。其实在就是就是零年，就是那一年啊，就是开始初期那时候，我也是吧，那时候都知道有个速度空间啊，他们南韩复兴。那是吧，包括中国呀、包括什么，就朝鲜、南朝鲜、北朝鲜都被磨。被那啥，在解放战争都被这个美国啊他们沦陷了，就给人就说把整个国家都炸得不像样，他非常贫穷。但是后来，这个福音就临到了南海。那时候啥呢？神就兴起来啊，就是这个赵宏基啊，他就开始就得到这帮恩膏，后来使这个南韩就逐渐富裕起来，逐渐富有。所以那些个原来那个地图啊比较荒凉，也不打啊，包括啥疾病啊，贫寒啊，就是连大米都没吃。那时候他们就南米叫陈化连。后来恩高临到了南安，后来复兴起来，国家复兴。所以这个事情吧，你看这么烦，为啥现在又有战争啊、瘟疫啊、地震出？其实又是魔鬼进到人里边，破坏这个世界，同时呢，大自然呢是人把大自然破坏了。大自然神父大自然养着咱们，这个规律，可人把这大自然破坏了，所以大自然惩罚。
就是把规律破坏了。那是为啥容易这发生呢？那神咋不拉着呢？为啥人到尽头神在起头呢？就指这个世界，他已经成把偶像世界，啥有样，把神没了，没了。里边充满啥？经济吉利，啊，充满啥呢？就是人的知识、人的智慧，他们代替了神，因为人是受造之物。以色列人他失败原因是拜偶像。我们呢现在最主要啥？我们不知道人生为啥会这样差。你像后来南韩他们接受这个纯正的福音，那时候叫纯正福音，其实就是接触基督，就是因为昨天呢我和姊妹交通的时候就是为啥现在人活不好，说有的姊妹啊说我也能一病能赶鬼啊，还能给神做事儿啊，就是觉着很不错，可是为啥家里还在乱，人还有病呢？净给别人撵鬼了，净别人为别人做事了，家里乱啥人？这就是人里外在的，这叫啥？这叫恩赐，里边没有神的生命或生命很小。那怎么能把这日子好、人生过好？就说今天，那神让你知道啥？就是我们里边必须被生命充满，就啥被神的生命充满，和神互不公的关系，和神相通。其实上帝造人前啥，神用泥土造人，让造这个人啥是成为器皿装啥，装神的，里边被神的灵充满。其中人造人像泥土吹地，成为有灵的活人，这就是原造的人，这是根源。因为只有啥呢？里边和神合一的一体，这边是过着正常人生，人拥有权柄，拥有能力。从啥呢？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管理万有。这就是啥呢？今天让你知道你现在为啥不能服的原因，就是只有在这以马内利里面，人生过的是啥呢？正常人生。那今天神做的是干啥呢？就是恢复上帝造人家这以马内利里，就是神人同意、神人同在、神人合一。只有在那里过的是正常人生。现在有很多教会啥恩赐不小，家里都一片混乱，啥人就是里边生命太小，他就在外边找，那为啥神他咋你咋不纠正他呢？因为每一个在一个啥，就是在肉体里面所做的一切他都有极限性。神说人到尽头神在起头，那神做的啥呢？神要把生命给他，只有在那个生命的里面和人恢复关系的里面，人生是啥呢？是容易的。你没有那个生命，或者你生命极小，你就活不顺畅，所以人活着非常艰难。为啥这讲道会讲乱呢？就是捋顺不了，因为啊咱们上哪去啊，它必须有个条理或者路线，你路线走错了，那肯定你付代价，最后你还得回到那个点上。咱信耶稣也这一年为啥苦呢？你跑偏了，因为耶稣他是啥呢？生命的源泉，神透过耶稣和上帝恢复关系。你把耶稣信没了，你在外面去找，你不能劳苦担重的。那为啥要信耶稣呢？耶稣是啊，遇见上帝的道路，我们不能直接和上帝恢复关系了，这透耶稣这个中宝，透他的宝血。透十字架的爱，把我们重新和上帝接上。所以啊，圣经里说，那约翰福音里打出十二章说，耶稣说我是那个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开我不能做什么，我父是栽培人。所以今天，如果你离开这个树，那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现在很多姊妹啊，他不知道在树上没在树，没有确信，不知道。这就导致他人生啊，就是出现很多问题。自从你看我从苦难中活出来以后，神让我遇见他，我的生命翻转了，我家庭翻转，人生翻转了。虽然有时候我还有软弱，你软弱只能承认你不足，我里边还黑暗需要暴露出来。但是现在你已经啥？当你遇见神以后，就是说你已经啥？恢复上帝造人形象里，你拥有权柄。
你有能力胜过魔鬼，胜过撒旦。可是当你蒙了眼，你还不明白为啥神让你们都遇见我呢？其实我没啥特殊，很普通人。如果你看到我外在，那是什么都什么都不行。但是像当年耶稣，你看外在他非常的瞅着非常贫穷，外在没有形象，为啥在本地没有悦纳？因为他就是一个平民人就是平庸人，又木匠。但是他里边有神的存在，有圣灵。今天你遇见这人，不是遇见这个人他对错，不是他美貌不美貌，他高大不高，而是里边他生命的流淌。当你遇见这个人以后，他有生命流出来了，你遇见这灵是活了。像彼得就是耶稣都是你遇见这个他生命，他生命中的灵了，你活了。所以为啥咱们需要拆口破碎呢？一个被拆口破碎的人，他是神的灵从里面都活出来，你遇见这灵是活了。这就是为啥你们今天非要经历苦难。那神让咱们明白啥？当你们遇见我以后，没有啥特殊，因为你遇见这个生命了，你里边活了，你里边活了就恢复了恢复了上帝造人的形象里，你拥有权柄了。为啥现在姊妹跟我他们做释放，现在有疾病了，练拉带吐了，而且啥受我的攻击？因为你原来都和魔鬼撒旦活在一起的。今天你圣灵充满在你里边是俩国的问题，魔鬼一定不甘心的，他猛烈的攻击，他想占用你，牢笼你，但神要得到你。那为啥神允许发生呢？就是因为咱们里边有魂的东西，当攻击你一定要难受，要挣扎，这就你那个啥呢，肉体和神之间隔墙拆毁的过程。你要想进入内室和神恢复关系，那必须啥有经历个啥一个啥也要突破的过程。这突破的过程一定有苦有痛。那以前咱们的信心做啥，就是我信了，我认识罪好了，没啥事儿了，这是婴孩阶段。你要长大成人，你必须啥要历练，神把以色列放宽历练他们，把他们放在旷野一无所有地方，看上帝做事。那今天神最主要让你明白你啥，我又有权柄了，又有能力了，那我有破口咋人赶走？你有破口只能承认咱不足，咱不完全。你别老控告自己，我老犯罪，老我是罪人。你要今天老承认你是罪人，那你就没有权利，只能是你是不足的人。我需要基督，我需要神，不过我做不到。今天我又犯过失了，主啊，我做不到，主你来做。你把你啥叫谦卑？是把我自己放下了，让神做，这叫谦卑。那不是说你不吱声了，好你谦卑了，其实不吱声了，你怕别人知道你那些丑事儿，你不吱声了，你怕你暴露出来。所以说，真正谦卑，不是他消沉了就什么都不说话，这就谦。真正谦卑是灵里谦卑。是把我放下了，把神举起来。所以现在目前呢，很多姊妹啊，现在为啥现在蒙蓝点经过这个挣扎以后找这找呢？其实你不需要找谁，也可这就是一个征战过程，老我倒的过程。但老我倒了以后，你有权柄了。你看有些姊妹说，你看哈尔滨的一个姊妹说啥，就是当他出现问题以后，他按着脖子哪儿出问，他得祷告好了。但是你还不知道你拥有权柄了，你还得需要别人。其实当你真的得这种高了以后，里边得了生命以后，你又恢复上帝造的形象里，你拥有权柄。当然当你承认魔鬼是虚假的时候，你拥有权柄撒旦退了。为啥他老失败？你老认为我是罪人，我没有权利，魔鬼就任意践踏你。感谢上帝。对，今天呢，神让咱们看到啥？你不要看人的外在，看人里边有没有生命流出来。你遇见人，你是触摸他里面刚的东西，还是触摸他里面神？为啥有的姊妹你听了以后，赶紧他这么伤害你？这都是他那肉体那些东西，
人类也都有。它要毒啥对你产生啥用，伤害你，就是太阳，就是论对错。真正的信耶稣不是论对错，而是给人带来平安，解开灵界的事儿，揭开魔鬼作为，把人带到神面前。为啥会彼此之间有伤害？就是彼此之间都是啥，就像那个大卫手中的五个石子是互相碰撞，就是互相造就。当有一天你磨合好了，你知道哪嘎出问题了，谁光着你了，那时候你就不去成为别人模式了。以前我也是啥，成别人模式，彼此间造就。现在当我醒悟以后，我就不去伤害别人了。我明白了，能体谅人了。为啥人会这样？为啥人活不好？为啥？就是因为人里边的东西太强盛，可人不通。那为啥受苦难？受苦难就让你牢记倒。当你真的嘛进入山高以后，人进到祝福的里边。为啥这个？你看这世界这么乱，家那么乱啊，家里信耶稣活得这么苦，就是因为咱们已经啊活在完全活在自己里边，完全被魔鬼拆了毁了。为啥贫穷？就是在我里边以人为王，那是咒诅的路，打破活宝像南安一样。当南高临到了南安，今天也临到我们中国，我们首先自己要复兴，因为你是家庭蒙福，家族蒙福。所以亚伯拉罕首先他得进入迦南地，就是他必须完全信仰，才能带来别人信。所以今天呢，你要是谁让你明白啥，首先你有个神把你带领进入更新，你里边确信神了，不疑惑。你看耶稣，他经过律法30年，他在魔鬼中就被圣灵充满了。这律法30年他是得胜的。为啥他们那么憔悴？因为他也是人，是人，他就是在环境中他也这啥，他也受环境啊约束。就是说他也有伤害，但是啥呢？他里边是得胜的。那咱为啥会打胜胜天呢？因为咱里面没有活在神的里边。哎，所以说有很多都人的东西，一受伤害他就跳起来了。所以就导致今天嘛，咱为啥说我老犯罪了犯，就是你活在集体，你承受不了这罪的啊刑罚，也承受不了环境刑罚。属肉的不能承受属灵的，哎，所以说咱过去在律法里是天天悔改，天天认罪，为啥还做不到呢？你根本就不能胜过罪。只有基督生命来了，进到你充满他里，才能胜过罪。耶稣里边被圣灵充满了，他对神毫不怀疑。你看看他旷野40天，要把你带旷野40天，你有确信吗？你没有，你得跑。但他里边确实神，他特殊不特殊？但今天当你里边被圣灵充满以后，你也有确信，该住。不是今天的话谁好？因为耶稣是带着肉身来的。他里边被圣灵充满了，当你里边被圣灵充满了，你有像保罗有这样的告白。很多姊妹说效法保罗效不来，他这个生命阶段的流露，不是他特殊。当你活在生命中，就有那个告白出来。所以为啥你学不了呢？圣经是经历出来的，不是你学出来的。你越经历越明白，越经历越醒悟。你到啥阶段你就说啥话，那小孩吧就说小孩话，大人说大孩话。因为啥？他生活的空间里他不一样了，他阶段发生变化了。那为啥那个大人那大学生他不说那小孩话呢？就说啥？他知识那个水平到那儿，保罗生命到那儿了，他告白。所以很多姊妹在效法保罗，哎，效法耶稣，效法教父为啥失败了？那不是你效法进来，那生命中到那个程度，到那个生命他彰显出来。你没那个生命，你要彰显不神的啥，生命不得来。为啥现在很多咱们信的就他进不来了？当你活在这个自我的里边，就伤害自我的里边，表面看着挺好，最后生出恶来。有时候很难辨别，神把人带到极限，把人就暴露出来。
所以啊，整个圣经啊就是两棵树，两个生命的流程，这就是个主线。你要明白这个主线，你就知道会，你就会讲圣经了。你要摸不了这个主线，那你讲的就乱。在上棵树里边，那就是啥？你活在我里边，以人为中心；活在生命树里啊，就以神为中心。当始祖吃上果子，就以人为中心，活在自我的里边。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啊，神就把我们从上棵树果子里边，剃掉上棵树果子拔出去，要啥？进到生命树的里边，也就是接受神的生命，接受神的生命，吃生命树果子。所以人生啊，就是总是在这个两个流程里边，活在上棵树里边，活在偶像的里边；活在生命树的论里边，你和活在神的生命里。当你能把这个分辨出来，你的讲道它一定是清晰。啊，今天这么讲信，那么讲那么信啊，今天说我顺利了，做个见证；明天不顺利了就悲哀了。这只能在啥？这只能是一个物质上精神的祝福。真正见证啥？是生命的见证。当你活在生命的里边，神的生命是最高祝福。人是生也蒙福，入也蒙福，不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很多姊妹让我祷告，我是在这个活在城里干呢，还是在农村干好？改的。其实当你生命和神对齐，在哪干都一样，有神的同在，哪干都是神的祝福。为啥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和耶稣谈到说，他说是你，说你们敬拜不在耶路撒冷，不在咱们新列城里敬拜，就说你。咱们认为啥？咱们的敬拜啊，它有个外在的啊，带有地方的问题。而其实真正敬拜是存在你心里，你走到任何中任何地方，你只有这神的同在，它就有道路；没有撒旦，它就冲击不了你，就是冲击了你是得胜的。所以与地方没关系。你即便啥？你遇着风浪，你看以色列在旷野，带有红海，它不是地方的问题，带有神的同在。他一定啥越过去，虽然是旷野，这一直过程啥是啥？是恩典，是超越的，是超越环境的。这就是啥？神把以色列带到旷野，就是熬炼他们，操练他们，或者啥更新他们。啊，今天和姊妹交通到这里啊，我借做简单祷告。亲爱的耶稣，我感谢大名，希望可他把西们送苦不阿哥。那开了批的恩信，信什么活的吧？啊，我看神的两人利剑呢，抛在咱们整个人躯体和你。啊，不担心，信什么活的信谁吧？所以我不然这个你辗转，不过在信什么活的吧？那跟着信什么活的吧？我看你天使也拿着手术刀在做手术。阿伯在信，那不的话，信心。我看有很多这里边很多污秽东西全暴露出来。阿伯在信，要看报，那个都把科图办了。哎，信吗？我看天使在征战。阿伯在信吗？和他哎，那开的不干的不信心。我看有很多的这个身体上的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脱落。阿伯在信吗？和他报。没个担心信吧，谁说当时门徒也好，就是当彼得在五旬节升歌下下，他所讲的话，他都带着全民能力，天使动员。那开他安心，那个保安开他保安心，那开他保安哭的安心信吧是，啊这道理很高。啊，包在我看呐，妈每个姊妹身上啊，就是那个金色的高，从头到脚在高嘛。Amen。那开他保安心，顺土保安开安心。里边充满了喜乐，你看，马格的信，英雄带来重担，听到全脱落。阿伯的信嘛是，那看到宝啊给他，啊我看神呐、啊，预备那些青雕啊，啊就是不是那些啥的香蕉，零件啥，阿伯的信还有玛纳哈，阿伯的信嘛是，还没想，马格西红柿啊，阿伯的信弄些个果啊，阿伯的信嘛是，带喂养的这些孩子。我看你们都坐在那青草地上，啊，享受上帝给你们这一夜的果实。信马开的宝，信诺克宝阿开的信马，
没给他报信，所以你们没有看到，你们仍然在享受。啊，不但信嘛，给他报，那给他安心，那给他派安心，信心嘛是那够的，耶稣在咱们中间。啊，不但那够的安心，那给他皮毛生够吧。啊，不但信嘛是那给他报安心，我看你又怎么样，跪那就感恩了。啊，不但信嘛是那看我们多大蒙多大恩典。啊，不这一年不明白，这一年不明白。瞬间是我豁然开朗，阿伯的信心嘛，许多人重担卸下了。阿伯的信心嘛生，路口把阿开的信心嘛生，那开的发信信心嘛口的跑，阿哥的把的恩的该怎么那给的？我上面很多这个小天使啊，在上面啊在徘徊，啊就是飞啊。阿伯的信心嘛口的把那个的举着大旗呐喊，得胜。阿波带信嘛，谁说你们是基督啊兴起的精兵啊精兵？阿波带信是得出的啊军队。阿波带信那看得保啊看得保安心，那给的保安心，那后的话，阿波带信嘛，看你们站得非常整齐啊。阿波带信嘛是那我像三军一战队呀、啊。阿波带信那给他保安心，嘛严阵以待，准备出发。阿波带信嘛是那可把。非常严谨，阿波带信嘛是阿三卡，阿波带信嘛是那个的所有的黑暗势力从你们家庭全踢掉，那给他把西方会发现祝福生命领给你们，再信嘛你们讲是转换，孟干的孟物质转换，被掳的归回，阿波带信被迫夺取金钱要归回，阿波带被迫夺取的祝福。身体的健康完全不。阿波带那哭的很信马斯那干的啊干的那干的信马斯那马克大发信马斯啊神就换这种能力的。阿波带信马斯让我宣告阿波带信夜黑全是这么身体中整个家吐掉。阿们信马克的信马斯那哥的吧那样重担就卸下。阿们阿波带王林立上了，王林，那该他放安心，信嘛后他把安心，那僵硬身体要得到彻底复活，阿门。那开他啊，开他把安心心，那后他把，那开什么脑萎缩、脑血管不通畅啊，顺利打通，阿门，阿门。那信嘛后他把安心嘛，那个所有的妖精们都说今天彻底的完全回报，阿门，阿门，阿门。脊柱炎。所以啊，脊柱炎呢，啊，僵硬的，神州今天完全恢复。那开的发信嘛，给他发啊，关节啊有问题的，是什么滑膜炎呀、关节炎呀？啊，不担心，今天啊，这个消失了。啊，不担心，信嘛是，那我很奇妙才消失了。不担心，没了。不担心，嘛，出来了。信嘛开的。心嘛是，那过得保安心，心嘛是，神说拉肚子啊，就是吐点，这是正常现象。神说了排一些尿毒，要打疫苗啊，这里边很多药毒、毒素，还有这个什么，都是在排毒的过程。神说这，如果是在帮助你在释放。嗯。这个保安是，那开的吧？啊，我还有个又怎么一瘸拐呢？啊，拄着拐棍啊。啊不，我瞬间把拐棍扔了，站起来了。没，我在信嘛生，那开的不熬过的，那开的信嘛生，那些无赖的啊，谁要擦干他的眼泪，妈个血迹是痛的。啊不，在信，妈开的信嘛，从今天开始，啊不，在信谁要做大事，妈个没有脏，没有力度之地。阿门。那给他信，那过得办。那给他信，我看神的火在每个孩子、每家子燃烧起来。阿门。那是不？那给他信嘛神，那给他靠安心，信嘛神，那不？啊，赞美姊妹啊，那个昨天那天看什么？那给他信嘛过得办，就再怎么，神说你今天完全恢复健康。阿门。信嘛，不再感冒了。阿门。那信。这几天是倒大的过程，阿伯的个把心，你要告诉他啊，你二姐啊，妈开的也是担子们，阿伯的心今天要彻底痊愈，妈开的关心，我恢复健康，
他特别特别唱主灵歌得胜。我天使在啊征战中还有喜乐和赞美。我拿来我撒来里阿妈说的伤阿拉说拉里里去阿妈说里里拉说拉里阿拉阿妈拉里里阿拉巴里拉巴里撒里里阿拉里索玛里里塞里哦，哪里啦？哪啦啦嘞？啦，哪里里里？努力些啦！阿拉诺玛索列达，阿拉诺玛，乌拉列列列，阿拉乌拉热列列拉贝列，阿拉玛拉那玛列罗，阿拉玛拉谢罗索，阿拉列罗玛拉列萨列。阿拉拉萨拉罗萨阿拉拉拉谢里里啊，我看到有些个姊妹啊，很多姊妹得到了，有些地方很多姊妹得到了医治，得到了释放啊，又得到了啊，我过来啊，第二首灵歌给姊妹再唱一首啊，啊，波带西马森马过来有多少次在姊妹之间啊心灵中啊生命中在开启想要自己力的能力啊，神经现在来突然里西拉罗曼西里塞里兰族突然里拉西拉马克罗塞里西里阿拉拉拉索罗拉米拉斯奥尼斯啊，神，你把右手按在头上，啊，神开启多少恩赐，圣灵还降在你头上。要多种啊，方言，西方语言。拉里拉巴那西拉里，我萨拉摩库，你里拉拉。我拉来拉西里苏，拉西拉里诺，拉里里里，马拉萨拉马克萨拉里萨王，我拉拉萨拉马诺拉里苏，阿拉拉拉苏，我拉来拉里里里，拉里拉里拉拉马卡拉里。啦啦嘛啦嘛啦嘛西里，哦啦啦嘛萨拉里里里里，呀啦啦可可嘛克里里西，啊啦啦啦里啦，啊啦里啦里里里，啊，下牧人的时间交给荣了，该你说了。阿门，感谢神，感谢仆人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唱两首，感谢。谢谢仆人辛苦，大大祝福那个仆人。嗯，那我们空祷告吧。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成。愿神祝福兄弟姊妹们，好了，散会。祝福。